我们又要进入新的一周，周一。在今天的读经里边所宣读的是《若望默示录》。其实，教会历年呢分为单数年跟双数年，都是平日的时候。遇到双数年的时候，历年最末的两周，可以来阅读《若望默示录》。其实若望默示录这个名词呢，按理来说不应该是继承若望默示录，而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就是说天父接着他的圣子向我们世人所做的启示。他的宗旨就是即使若望所看到的，在贝特抹刀上他看到的这一些记述下来见证自己现在的生活以及预示未来。不要认为这是默示录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而这七个教会也象征着普世的教会所存在的这些弊端，所存在的这些教会问题。所以有很多的人把《若望默示录》认为是一部神秘的书籍，其实它并不是什么样神秘的书籍。当然也有很多难解的这些词汇，让我们自己无法适从的去做一个解释，因为它不能够按字面全部的去解释明白，它也有很深的隐喻。所以我们在阅读《若望默示录》的时候，不是要向我们述说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因为这样的秘密在耶稣基督身上启示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启示，而天主的启示就是我们自己的救援。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开篇就看到了，这是天主赐给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他把那些必在短期内要发生的事指示给他的仆人们。他就派遣天使告诉他的仆人若望，若望便为天主的话和耶稣基督作证，耶稣基督的证也作证，就是对自己所见到的作证。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说了，但就是把自己所看到的去加以见证，这是真实的，并且用自己现实的生活去证明自己所相信的。所以那些聆听的人才是有福。今天所针对的是俄弗所教会，也就是把它放在七教会的首个教会，标彰了它在多方面的优点，但也指责了它最初所失去的那种爱德。所以不管他们的辛苦也好，忍耐也好，甚至容忍恶人也好，但是在他们中间那些自称是宗徒的其实不是宗徒的，发现他们是撒谎的人也知道他们你忍耐了他们。那么我们如果要是把《若望默示录》的信息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的确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类似的这些情况。我们容忍一些人的宣讲，容忍一些人的传递，可是有一些传递，有一些宣讲是不利于我们教会的发展的。就如同在书信当中，保禄书信里边所提到的那从耶路撒冷从上边下来的这些人一直在传递着犹太主义强调着葛顺利的完善，而忽视了信德。所以若望在自己的默示录里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忽视，我们蒙眷顾蒙赦免都由来于我们对耶稣的信。
我们的得救最大的一点呢，就在去取决于信。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信，那么我们无论凭人的力量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是与得救无缘。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当然我们知道，在凡尔达之前的时候，教会也还提倡什么打箍鞭呀、勒箍带呀，或者是说修严厉的刻苦呀，是，这是在一个阶段当中，曾经是一些人得到了他们内心的修为，走进了福音。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啊，似乎是不适于用那种方法来提升自己的盲目的付出。而在今天的路加福音为我们所记载的是耶利哥的瞎子。耶利哥是一个大城，我们知道天主的选民从旷野进入腹地的时候，就是围绕着耶利哥城，并且把耶利哥城所有的邪神偶像一并的清除、分尽、捣毁，不留下一丁点精神的那种残存的痕迹。那么为什么今天的路加又为我们记载了耶利哥瞎子呢？耶利哥不光只是这一个人的双目失明，是指着整个的耶利哥城，就是瞎子一样。那是天主所拯救、率领他们进入福地的首战，可是现在呢，却象征着整个的天主的选民，他们就如同那耶利哥的瞎子，他们站在路旁，兴起，所有路过的人，乞丐希望什么呢？乞丐希望只是得到一些乞讨来的食物，来维持生命。所以现在天主的选民呢，也真的就如同站在路旁要求施舍给自己一切食物来充饥维持生命的，因为他们的国已经不存在了，甚至他们自己的信仰呢，为了巴结他人呢，也开始妥协也开始放弃。即便是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中间分子，而这些中间分子呢，也是钻在了钱眼里。所以耶稣所指责法利赛人是爱钱的，他们剥夺了寡妇的财产，甚至他们自己要求奉献的苛刻，都是为了众包私囊，都是为了生存，却把盟约给忽视了。如果他们自己真实的生活在盟约的之下，天主的眷顾还会留在他们身边，可是现在没有，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你凭着自己的能力能去保护自己的信仰，能够保护自己的民族吗？同样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凭着我们的努力，凭着我们的方法，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够保护我们的教会，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信仰吗？我们都应该回到我们自己信仰最初的时候，我们原来都是丧亡之子，而现在耶稣一跃免除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债务。往往我们自己认为罪过的赦免太容易了，你看跪到那里给神父说一说，神父说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你的罪，平安回去吧，就这么简单简单到只念几遍圣母经，简单到只念上一份玫瑰经，开上点圣经，简单的太简单了。殊不知我们自己的罪为我们所换来的是耶稣十字架上的懊悔，是耶稣的苦难。所以耶稣治愈了耶利哥城，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呢，称呼耶稣为大卫之子。如果我们自己观看路加福音的时候，这大概是
第一次称呼耶稣为大卫之子。这个大卫之子的犹太人的概念当中所预知的就是摩西亚，耶稣却容忍了一个瞎子来称呼自己为大卫之子。因为瞎子在问，谁从这里路过，为什么这么杂草声音这么嘈杂呢？他们就告诉他，哦，是纳匝勒人耶稣。你看看别人回答他的时候是纳匝勒人耶稣，而他自己高声呼喊的却是大卫之子，可怜我吧。他这个时候不是在向耶稣要食物了，而是向耶稣要怜悯。耶稣就让人把他叫过来，因为他自己不能够走到耶稣面前。耶稣就问他，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呢？如果是再正常不过的，你多给我点钱，你多给我点食物都可以。可是他现在说要我看见，这都是一个被肉身的疾病折磨着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极度渴望得到光明，极度渴望得到光明。所以这是一个信德的治愈。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看见太阳出来了，落下来了，叶子落下来了，甚至外边看到红色绿色不同形状的，是我们真的看到了吗？这是我们肉眼。我们这个时代现在走向了俗世化，现在走上了无形化，现在我们的宗教信仰呢也走向了逃避十字架。我们看到了吗？我们看到了，我们真的如同俄弗所的教会一样，其教会当中的这些弊端发生在我们教会当中，教会神之间有弊端，教友与教友之间有弊端，我们自己再也没有初心的时候那种单纯的圣洁了，也开始勾心斗角了，也开始去钻法律的空子了，也开始投机取巧的不读信仰生活，只靠着一个告诫便满全自己了。所以若望提醒俄弗所的教会回到最初的时候那个爱的，那么同样也是指着让我们每个人也要回到我们自己心得的最初。我也曾经听到过夫妻二人吵架的时候，瞎了我的眼睛照上了你。真的他照他的男人的时候是瞎了眼睛吗？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伤害，是因为自己看不惯了，是因为自己活不下去了。如果知道他是这样的，做绝对的不会跟他结婚的。可是他自己想一想，世界上有外人吗？哪一个男人是外人呢？是圣人呢？难道女人都是圣人，都是圣善的吗？所以当一个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对方弱点，看对方缺点的时候，真的就是我瞎了我的眼睛。他都忘记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享受的，而是为了寻找自己生命的根源，为别人的不善来促成自己的圣德。我们现在我们的信德有很多的人希望奇迹，哎呀，我相信的耶稣，你治愈我的病吧，耶稣你可怜帮助我，让我富有吧，让我自己顺利吧。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就是一个先奇迹的耶稣，却不知道耶稣是一个拯救的耶稣。耶稣要拯救我们离开免得我们自己被这个世界的素食融化肉身的快乐麻木的让我们不愿意回家。所以我们现在向耶稣求吧，求治愈我们信德的双目失明，一切事情帮助爱主的人得到益处。我们再回到这一句话，那么我们是不是瞎